四个小技巧教会你如何在超市拍摄。一、稍微放低手机对齐支架拍摄，延伸构图给图片画面增加视觉感。二、翻转手机对齐支架拍摄，让画面支架的线条更加层次分明。三、手机镜头置近两倍焦段拍摄，中心对称构图让图片画面更加填充饱满。四、借景瓶子特写拍摄，引导线构图营造画面纵深效果，增加视觉冲击力。